海拔800多公尺，离市区有100公里。高雄桃园区张山国小是最偏乡的校园之一。它是流放成的，那骨粉放置的哈。慈济志工七手八脚把物资装袋，这些都是小学生最需要的。他们小朋友的礼物，就是一个是万圣节的礼物，还有一个是五谷粉。连帆布袋都是回收来的，上头有志工亲手写的每句叮咛。心美，看什么都美。哦。上扬的金丝雨。一二，敬礼。好。收到的同学像是打开百宝袋。面包，面包还有嘞，那个存钱筒，我可以存下来，然后买我要的东西，很开心。为什么？很多吃的。送上祝福包外，还有学校最缺的睡袋。这个月底要带小朋友去户外教学，要去野营啊，目前缺少睡袋。哎，阿慈济的师兄师姐就很爽快的就答应要捐赠我们。前面的摆好吗？前面的。一趟路这么远，当然也要填饱他们的胃。很健康啊，因为小朋友比较不喜欢吃素食。今天1013嘛，他说一人一膳啊，然后我希望说，慕你一餐素。一人一膳，满满的蔬食料理，让山上孩子吃得健康，也学习爱护地球。大爱新闻王昭忠高雄报道。